啊！你听讲你个接到通告，是什么狮子会聚餐？这几年过去安怎？哎呦，什么狮子会聚餐？狮子买羊聚餐哟，安尼叫恐怖的。因家唔就是羚羊啦、斑马啦、鹿啊啦，你食脚，我食头，我分着排骨，你炖着你马头，在你遐咧聚餐啦。王世贤，你边仔咧唱歌，你根本就危险的。我讲的是狮子会聚餐呢。狮子会聚餐都无唔对啊，我嘛是这个意思啊。无想到无敢咪讲这狮子会走去西餐厅聚餐，一定在野生动物园嘛。你咪直接讲啥？哎呀，狮子会聚餐嘛，大象也会啊，猴子也会来啊。狮子会是一个团体，狮子会在聚餐，有一个狮子会聚餐，卖来乌白。你听我清楚好不？我袂，我听讲。